展翅高飞。那一个翅膀好像怪怪的。过了一夜，它的鱼头已经全没了，旁边还有鱼骨头，但是它的肉还在，水也还在，所以绝对不是它吃的，一定是野猫吃的。但是感觉它现在比较有活力啊。但他好像不认得我，就是当我要靠近他的时候，他又有点警戒。像这样，他想要把他嘴巴张开，他把他嘴巴张开，想要吃我的手，或者是他只是很惊讶。是啊，不然你昨天不给我摸，现在又不想给我摸。你看你的羽毛那么漂亮，你认得我是昨天的那个人吗？你认不得。奶奶在抱怨这边很脏，因为有鱼骨头还有肉肉，她在抱怨我们。奶奶在抱怨 Murmur 王奶奶。我没有要干嘛，摸一下也不行哦，摸一下也不行哦。好吧，它有点神经质。看一下它的尾巴，美丽的不得了。它现在是一个功夫的动作，很帅。我觉得是功夫熊猫的那个 team member。我可以摸你吗，宝贝？可以摸你吗？不行啊，你想咬我好吧，不摸。